那讲，快走啊！哇，这里面还蛮大的耶！姐姐，你看这里面好漂亮啊！这是你家吧？鸭爸，不要跟你爸学，那是鸭子家家。鸭子。嗯，鸭子。哦，有小狗狗，还有鸽子，你看。这是鸭爸。两个、三个，两只。这是鸭爸。鸭大。你叫他说鸭爸，他说鸭大。嘿嘿。就这里面就是吧。不是，他有个地方专门是斗鼓浪，在那边。那边是斗鼓浪吧？看看，你看这怎么写的呀？哎，那你海の中ランキングコース5キロだって。なあちゃん、なあちゃんどこでおししてんの？なな。哦，这一个小池塘里面有鸭子。哎，这地方景色真不错，人还不多哈，老公。啊？妈妈，不知道是不是买了这里的票，那个海中道那边的也不用买票了。是。就是那边不是那个海中道那个本源吗？妈妈不去捣鼓浪。捣鼓浪马上就去。好，走，那你往那边走吧，那边是斗鼓浪，爸爸领着你们去。那讲斗鼓浪的后一个的对，哎，过去那讲，娜娜过来，快点，娜娜，快跟着爸爸走，跟着爸爸和妹妹走。娜娜快一点，走得太慢了，娜娜。可愛い。こんにちは。何を触ってもいいんですかっ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すいません。よしよししたの？好。嗯。快去追上爸爸和娜娜。嗯，鸭子有好多小鸭子哈。好。家那个小椅子好有意思，你看，你看，在一个小花下面，你要不要去坐一下？要。那你快去坐一下，快去吧。爸爸。爸爸也去。爸爸哼，看来这些人比较不讲卫生了。好，坐上去吧。然后我给你照相。那这样我一定。那家去跟妹妹坐到一起，家看妈妈。好可爱呀，那家也坐上去。
哎，大家快坐上去，我给你们照相。好，爸爸躲开。大家看这里，那这样看这里，好可爱呀，耶！好了，坐好了，走吧。谁教的？可我教的呗。好开心啊，那边就是多格浪了，佳佳。快往那边跑，快出发，快点快跑。那就快跑。看看。哇。要小心一点，对吗？对的。快去，去看小鸭子。啊？哦，这么多小鸭子。今天天气真暖和，佳佳。对吗？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って。小鸭子。这地方真风景真好。好，走，往前走，我们去到格浪了。走喽。妈妈。哎。我说拜托了。现在就去啊。妈妈，这个。好，快去。里面有好多狗狗。这样，你要是想摸别人家的狗狗，你要问别人的主人，よしよしして摸いいですか，好不好？你不可以随便上去就乱摸哟，好吗？好，妈妈来买票了啊。爸，给娜姐放开来噻！太多事情了，娜姐。娜ちゃん、娜ちゃん初めてだもんね。娜娜。娜娜。快去，娜ちゃん。哇，家这小狗狗好漂亮啊，穿的衣服，你看。娜娜。娜ちゃん、遊んでよ、友達と。娜ちゃん、逃げてるの？遊ぼうよ、娜ちゃん。走ってこい、娜ちゃん。おう、お友達来た。じゃあ、お母さん来て。娜ちゃん、大丈夫だって。那ちょっと怖いの。看你玩的多好呢，好不好玩的家？玩的。好可爱，好可爱呀！那讲完全に逃げてる。
真没有老高。我在这看着呢，我。妈妈说。他怎么那么怕狗，老公？那讲不怕不怕。嗯，爸爸，那你坐到这边来吧。哇，好可爱呀！超可爱的。嗯，好可爱的，你看。妈妈，妈妈的，来。好。哦，真可爱。可爱。哦，可爱的宝宝。呀，佳佳，她的衣服好漂亮啊！她衣服太漂亮了。嗯，衣服可爱呢。衣服。可愛いね。楽しい楽しいみんな。父ちゃんどこ走ってこいよ。はなちゃん、好不容易来ドッグラン，你不玩呐？要爸爸抱的。那张胆小小，那张胆小小。那张快接。卡吉娜酱，娜酱卡吉，娜酱卡吉，娜酱。上来，来的，来的。興味あるもんね。かわいい。あれ。みーちゃん大丈夫だよ。はいはいはい、わかったわかった。お座りして。みーちゃんお座り。なお。なお。なお。病院行く？病院行くよ。病院病院。帰る？お疲れ。怖いなちゃん。摸了狗狗吗？よしよしできた、かのんちゃん。はい、かのんちゃん、ちょっとなちゃんよしよししてあげて。はい。申し訳ない。你家那张不怕？嗯。你看，你看，抱下他，你抱下他。就。嗯，就是的，嗯，好了。爸爸，带三步。嗯。你就可爱哟。喏，喏，喏。お友達来てくれた。ママ。お友達来てくれた。かわいいね。めっちゃ怖がってるなちゃんが。こっちもビビりだから興味あるもんね。哎，你女儿自己跑到那边去了，老公。好。你让她自己跑那边去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。
哇，可以，那里还有两个一起翻吧，可以翻过去。哦，卡哇伊。哦，把棒棒捡起来，嗯，来，我帮你架。哎呦，又一小，好嘞，好了，好，架好了，去吧，去翻那个，别再把它弄下来了，那是狗狗翻着用的。那有两个柯基，姐姐，你看那两只是柯基犬。嗯，快翻。嗯，好，翻吧。哇哦，这个小，这是哈士奇吗？怎么又不太像啊？那么小吗？这哈士奇？哦，佳佳，哇，呜、哦，看。よし、尻尾がかわいい。おいおいおい。じゃあ、大人の子、なちゃんおいで。哦，那你呢，这样？嗯嗯嗯。何歳？一歳。啊，呀，歩けるのが早いんですね。早かったですね。いや、うち一歳三ヶ月からだったんですよ。あ、本当ですか。そう。十ヶ月ぐらいから。あ、いや、早いですね。いいよ、日中は。戸惑ってる。なちゃんこっち。うん。じゃあなな过来。哎呀，你别踢他呀，佳佳。喂，不要踢了。嘿。妈妈累死了。哎呦，累死了，坐一会儿吧。那酱，那要不要喝水呢？酱，蜜汁呢吗？要喝水。你要喝水啊？好。好，那我给你拿。娜娜喝不喝水？你问问他。嗯。妈妈打鼓浪。嗯，打鼓浪好不好玩？开心。嗯，好开心哈。嗯。好。那日向ぼっこしに来たの。呀。妈妈到场。都能吃好几顿大白菜呢。有你这么算的吗？这多开心呐、啊！比起娜娜，韩佳音更开心。干嘛给妈妈锁起来？妈妈不出来。给妈妈放出来。哎呀，好乖呀，你儿子有良心了。佳佳，妈妈在呢。那你们那有？快去找爸爸和叫娜娜去。三大哥。嗯？三大哥。三大哥，三个哥，不是三角形的呢？你觉得像三角形呐、啊？三大哥。三大哥讲的，三个哥。嗯。嗯，好早了你啊。哇。哦哟。巧虎的大哥。啊，巧虎里有四角形是吗？
西卡哥。好，爸爸和娜娜都走远了。远马路，快！爸和娜娜走远了，快去追他们，赶快，赶快去追他们。踢到娜娜了，好，娜达，娜达娜达，娜达哦，娜达，哎，西卡达娜达，阿咪嘟嘟，哎呀，你就到地上了，姐姐，哎呀，大家好，今天这支影片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16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所用光的空瓶。